小公主四岁难童独自待在巴楼家中，没想到家里失火，她勇敢地爬出窗外，蹲在了栖息的主机上，离地约20公尺，大叫救命，紧抓着窗户栏杆。幸好消防队员及时赶到，扑灭火势，将人救下。沙烏地阿拉伯遭到蝗虫大军入侵，百万只蝗虫飞来遮云蔽日，把一颗颗植物团团包围，景象触目惊心。埃及同样遭受了蝗虫侵袭，农作物遭啃食，农民损失惨重，可能造成粮食短缺。英国皇室的效率弟小公主四岁生日了，皇室公布的最新照片中，她穿着洋装坐在草地上，疑似穿着哥哥乔治王子穿过的旧鞋。获拿着小花走在草地上，天真又可爱。